一糖友，万事大吉 ，at 花蕊美满。我54化新糖尿病已八年了，刚开始13多，一少症状，人体重下降，乏力，到医院测血糖12点，开始就吃二甲双胍肠溶片、格列吉特，吃了三年糖糕，就打预混302，开始早14，晚12，空腹7点多，餐后12点多，有时经常出现低糖。以前我不太运动，近两年我早晚饭后一小时走半小时，今天老是低糖的不行，空腹四点几，铁后二小时就低糖了，午铁后有时高十多点，后来老是睡到半夜三四点就低糖了，我就把药减成早十个晚八个，还是半夜三四点就有低糖了，请问我该怎么调？谢谢董医生糖友万事大吉的问题。您现在使用的预混302胰岛素是第二代的人胰岛素，它包括了 30% 的短效成分，是用来控制餐后血糖的，以及 70% 的长效成分，是用来控制第二日空腹血糖以及午餐后血糖的。如果早餐餐后以及午餐餐后没有低血糖的现象，早晨的预混胰岛素剂量可以维持原量不动。如果夜间频繁出现低血糖以及出现空腹低血糖的话，就需要减少晚餐餐前预混胰岛素的注射剂量。还有一种方法，就是可以更换您现有的二代胰岛素，改为第三代的胰岛素类似物，比如门冬30胰岛素，这种胰岛素起效更快，产生低血糖的风险更小。同时还是建议您将最近的血糖情况带到医院，让医生帮您分析一下血糖情况，做到个体化的血糖调整。二糖友牛英董医生你好，我69岁，女性，患糖尿病已有15年，现在每天空腹格列美尿2片，餐后二甲双胍钠1片，近期发现空腹血糖在 718.5 左右，餐后二小时血糖在 911.03 左右，请问怎样调整服药剂量能使血糖控制在范围内？谢谢董医生糖友牛英的问题。根据您的年龄以及糖龄，建议将空腹血糖控制在7左右，餐后血糖控制在10左右。您现在的餐后血糖还不错，所以针对于降低餐后血糖的二甲双胍，可以维持原剂量不动。格列美尿属于长效降糖药，主要针对于降低空腹血糖，首先要保证以上两种药物的联合没有低血糖的现象发生。降低空腹血糖的方法，可以将您的格列美尿片早晨服用一片，晚上睡前服用一片，来起到降低空腹血糖的目的。或者可以在睡前服用 0.5 克的二甲双胍，来起到降低空腹血糖的目的。具体可以与主管医生商量。三糖友，董医生您好，我今年56岁，女，身高161厘米，体重50公斤，糖龄11年，开始没得病时体重60多公斤，2018年2月体重108公斤，从3月开始每天三餐后运动，体重下降8斤，非常担心。现在用药情况是只中餐前服用诺和龙 1.0 的四分之一，刚得病时空腹血糖 8.4 糖化 3.9， 服二甲双胍6年出现肠胃病，改用诺和龙，刚开始一天三次 1.0， 可是老出现低血糖并非常严重，后改为半片，可还是出现低血糖，又改为四分之一。可是现在一到该吃饭的时候，下午5点多就出现低血糖，现在空腹血糖 4.9 6.1， 午餐后血糖 7.9 11.1， 每天都坚持三餐后运动，早晨打太极拳，饮食也是按顺序吃的，以蔬菜为主，肉类、鸡蛋、牛奶、主食系粗粮馍头，也用上了咱平台的量卡餐具。可是餐后血糖控制不理想，体重还下降严重，现在非常瘦。我餐后血糖高，是不是我的胰岛功能不好了？怎样修复胰岛功能？我曾经自己测试过一次，吃了2两白馒头，
一小量烤碗玉米渣粥，结果如下。测量餐后血糖8小时 8.71 小时 10.02 小时 7.73 小时813个半小时 6.5 请问医生怎么样才能控制好餐后血糖，又能增加体重，用药该怎样调整，饮食运动还需注意什么？谢谢董医生。这是一位年龄56岁糖龄11年的女性糖友的问题。想判定胰岛功能如何的话，需要做糖耐量实验，有两种方法。一，服用75克的甘糖粉。二，单纯服用2两馒头汤，分别的空腹30分钟、60分钟、120分钟以及180分钟做胰岛素、C-肽的测定以及血糖的测定。通过胰岛素和 C-肽 的分泌曲线来判定胰岛功能如何。目前针对于降低餐后血糖的药物有双胍类、A 糖苷酶抑制剂以及格列奈类。双胍类的常见不良反应就是胃肠道反应，格列奈类常见的不良反应为低血糖。您可以试着服用 A 糖苷酶抑制剂，比如常见的氟格列波糖、卡铂平以及白糖平等药。您现在的饮食结构很好，进食的顺序也不错。如果想增加体重的话，可以适当的增加蛋白质的含量，减少碳水化合物的含量。二型糖尿病本身是胰岛功能逐渐的衰退，这就好比人逐渐的衰老，器官的功能也在衰老一样。想要更好的控制血糖，要做到饮食、生活以及药物的多方面干预，建议您做到5驾马车并行，起到更好的控制血糖、减少并发症发生的目的。唐医说每周日我们会精选2到3个问题，由平台的专业的内分泌医生董医生来回复。在控糖中有疑惑的糖友可以在下方留言处提问。提问方法和注意事项。提问格式，我要提问家里的问题，注意事项信息需要全面，包括年龄、性别、糖龄、治疗方案、饮食、运动、作息、自身健康指标等情况，越详细越好。问题是什么？困惑是什么？希望得到怎样的帮助？表达清楚一些，我们才能更好的帮助您，让大家不再为糖所困，重归精彩生活。